KSC7X 它有附一个通话用的麦克风，它跟 KSC75 差别就在于它多了这个麦克风，还有颜色的差别。线材一样都是非常细的，感觉很疲弱的线材，很多人用这个耳机都用到线断掉，所以我这边才会做这个改装 MMCX 的接口，然后换上升级线，因为它的单体非常好，很值得做升级，就是线材的升级。那不过我现在是要测试KSC75X 它的这条线的内接麦克风的音质。目前我是用 V40 机身内接麦克风，那我的录影过程中是可以切换声音输入的来源的。那我现在就要把声音切成我现在正插在手机上的 KSC75X 它的麦克风。现在这是 KSC75X 的所附的这个麦克风，它的位置差不多是在领子的附近哦，就是类似领夹式麦克风的位置了。它的收音我感觉好像比 V40 距离更近、更大声一点。那低频好像也比较多一点。至于解析的话，就要再仔细听，用好一点的耳机来试听比对看看了。我个人是觉得以这个价位的耳机，其实它附赠的这个也只有单颗按钮，看起来蛮不是很高级的麦克风。它的收音有这样的品质，我觉得是还算蛮超值的。差不多可以下结论啦。这个麦克风呢，其实它的收音的解析其实还是比 V40 那件麦克风差的啦。不过它的低频好像真的比较充足一点。但是有一点点中频，有一点点，那个叫什么？有一点乡音嘛，好像在厕所里面讲话的一点点那种空洞感哦。所以说，它拿来讲电话应该是 OK 的，但是如果觉得可以录一些讲话的内容的时候，对于一般的手机来说，有可能它的声音会更浑厚一点，但是跟 V40 比起来，它还是在解析细节方面还是不足的，所以说，就要请有兴趣的人自己再去尝试比较看看啦。我自己是觉得 V40 的麦克风还是完胜的。至于听感的部分，请参考描述中的连结，我在部落格有非常详细的文字叙述。